我们开始挖，开始收火槽，开挖！收火槽一号，开始点火，加入木炭，挖小羊，大卸十八块，倒油，倒入米料，草果，白胡椒，盐，辣子面，开始给它涂抹均匀，开始把小羊装到钢管里面。小羊已装进钢管，钢管烧全羊已制作完成。喜欢换美食段子的，双击加关注。咱们把钢管放入火槽，下个视频再见。拿出火槽，开始把全羊倒出来。少少的打上点香菜，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